我们现在来到台中的无锡渔港，看这边树下很多人买了鱼货之后，就在这里面坐着吃。今天从彰化特别骑车过来这里，因为点价开始，差应该会很多人。果然车流量非常大。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有一个电脑老师住在无锡，他跟我说，来武器本来一定有个秘诀，就是你一定要穿拖鞋，让这边的摊贩会认为你是宅配，会给你一些傻逼数。我们来看看台中武器渔港有什么特别吧。看它的停车场非常非常大，
我们买那个门呀，你三一楼的电脑，你那个车没有？没有。
我们现在来到台中的湖西渔港，但这边树下很多人买了鱼货之后就在这里坐着吃。今天从彰化特别骑车过来的，因为点价开始，差应该会很多人，果然车流量非常大。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有一个电脑老师住在武器，他跟我说来武器一般一定有个秘诀，就是你一定要穿拖鞋，让这边的摊贩会认为你是宅配，会给你一些傻逼数。我们来看看台中武器港有什么特别吧。看它的停车场非常非常大，Yeah.
哪里？